2400米黃太游紀念杯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大家都算係幾齊啊個閘箱啊。好啦，咁都要有隻帶噶，咁前面依家快少少嘅馬咧，見到外邊位置任我行咧，就慢慢走咗上嚟啊。咁再見到內欄位置紫色衫咧，就係嗰只喜年奇星嚟噶。外邊係英雄啦，咁後邊嗰兩隻馬啦，黃衫咁啊，響內欄嗰只咧就係九寶啦，響佢出邊係嗰只喜年彩星嚟噶。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，咁前面帶頭嗰匹馬咧就任我行啊，咁英雄就慢慢移搭，咁樣慢慢遊咗入嚟內欄啦，跟住第二位啦，咁第三位紫色衫咧就係嗰只喜年奇星，咁暫時響第四位咧就黃衫嘅九寶啦，包咗落尾嘅馬咧貼欄位置就係嗰只喜年彩星嚟噶。好啦，咁轉呢個馬房灣接近16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帶頭嘅馬就係嗰只任我行啦，咁跟住第二位咧就係嗰只英雄啊，再後邊嘅第三位紫色衫喜年奇星，咁尾二位置係九寶啦，暫時殿後咧就係嗰只喜年彩星嚟噶，咁大家都乖乖地咁樣一字長四陣，就一隻跟一隻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400米段處，前面依然都仲係呢只任我行帶頭英雄第二位，咁第三位嘅馬咧仲係呢只喜年奇星啊，咁後邊嘅嗰兩隻馬啦都冇乜變化噶啦，尾二位置黃衫都仲係嗰只九寶啊。咁暫時包尾都仲係跟得幾順喎，就係嗰只喜年彩星嚟嘅。好啦，接近1000米嘅段處啦，咁前面都仲係呢只任我行啊，佔先咗個零身位嘅。咁見到第二位就英雄啊，外邊位置攞咗出去咯，喜年奇星啊，咁英雄啊頂埋佢出去，後邊嗰兩隻啊，紅衫紅帽內欄就喜年彩星，響出邊咧就係嗰只九寶嚟噶。好啦，過埋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就三隻，內欄位置任我行，中間英雄，出面位置紫色衫咧就係嗰只喜年奇星啊，咁後面嗰兩隻啦，喜年彩星啊，紅衫響內欄，九寶咧黃衫黃帽響第五位就響出面嗰 part 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任我行仲係佔先啲嘅，英雄中檔俾緊出面喜年奇星，頂到最出啊，就係嗰只九寶啊，暫時響後面咧就喜年彩星嚟噶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咁啊乏力嘅馬見到一隻就係英雄嘅埋邊任我行。騎女都仲有，出面追緊上嚟只九寶啊！再後邊嘅話，喜年奇星又唔多喎，喜年彩星外邊上咗少少，最後100米任我行放順咗啊！接嚟都過零身位，呢場皇太后紀念杯咧贏緊啦！跑第二名嘅馬咧就係嗰只九寶啊！喜年彩星就跑第三，喜年奇星咧就跑第四啊！咁啊，結果大魔馬房包辦曬頭三名，咁啊而呢只任我行擺咗喺前面咧，咁啊結果就一放到底。贏埋呢場皇太后紀念杯啊！彩明少同大魔嘅合作捧翻次杯啦，今個禮拜跑得好啲，任我行咁啊喺個轉彎嗰度都騎翻上嚟，唔好俾啲馬即係逼近先得噶。九寶跑過第二。